Hello， 今天要介绍比利时的电视柜。那这款电视柜是210公分长，然后高度大概55公分高。颜色的话呢，现在看到的是消光的红色。那这个红色没有像以往的红那么鲜艳，所以现代或者是简约风格的居家都蛮好搭的。那我觉得它这边有个很贴心的设计，它的那个抽屉里面打开的话呢，它是有含线孔盖的，那三格的层板内部都有，甚至还有散热孔。然后它你看到的部分啊，这个都是实木贴皮，那是橡木染黑的颜色。那比利时系列的抽屉一直都是他们的一大特色，他们的抽屉是滑轨藏在下方的，所以侧边是看不到滑轨五金的哦。甚至我们把抽屉推进去的时候，它是缓冲静音的，可以很优雅的抽抽屉。最后扫地机器人这个高度也是进得去的哦。那如果喜欢我们家的产品，欢迎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找莎拉，感谢。